可以享有2元搭車優惠的落油卡，聽日起接受1959年出生的人士申請。合資格的人士聽日開始可以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或者郵寄申請個人八達通落油卡，申請人會在4個星期內收到。至於1957至1958年出生的人，八達通至今收到大約195000份申請，佔同年出生人口大約83%。政府呼籲未申請的人盡快遞交。明年2月27日起，2元坐車優惠的門檻將會由65歲下調到60歲，需要出示落油卡。